成人世界的处事真相你知道几点啊？总结以下几点，欢迎各位继续补充哈。一，世界是公平的，拿你有的换你要的。二，所谓选择恐惧症本质上啊就是穷。三，所谓优柔寡断本质啊就是怂。四，所谓门槛，能力够了就是门，能力不够啊就是坎。五，亲戚的相处底层逻辑都是嫌你穷还怕你富。六，你要好好赚钱，年龄越大越没人能原谅你的穷。七，成年人大部分的不快乐要么源于比较，要么源于欲望。八，越是和你关系好的人越接受不了你突然变好。九，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，其次呀就是现在。十，花时间解释不如花时间证明。十一，好脾气久了稍微有点情绪别人就会觉得你变了。十二，除了生病以外所有的痛苦都是价值观带来的。十三，真正的成熟在于克制，喜欢海也不能够跳海。你还有哪些补充啊？欢迎评论区见。